阿黄死了这么多年，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现在孩子变成阿瓜，你说为什么我的命会这样呢？我这样做有错吗？别这么说。我真的快要发疯了，他又把我当作是仇人。为什么其他孩子是正常的，偏偏是我的孩子不正常嘞？我相信是主在处罚我。马斯特，你真的要帮帮我？方太太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相信主是一定能够帮得到你的。孩子只是在外面受到一些影响，待会他回来，我会跟他一起祷告的。请你一定要相信主，啊？妈，我回来了。你过来。Pastor King 来了，他会消除你的罪。来，俊杰，没关系的，你先坐下吧。来，先坐下吧。你一定要相信，主能够帮助你的，他能够原谅你所有的罪恶。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吧，好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，请求你怜悯俊杰，宽恕他的一切罪恶，让他在这一场与同性恋恶魔的战争中获胜。你发疯了！阿三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对不起，还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坐起来。啊丢不丢脸啊？你在学校，每一个人都叫我超阿光。现在我们来这里帮你，知道吗？啊！妈咪，你不要这样啊！我就是喜欢男孩子。我以为如果我努力，我就会成为正常的孩子。如果我有选择。我也不会这样啊，妈咪。好，妈咪原谅你。现在我们Pastor在这里，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我们可以改的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改的。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家。我不会跟人家说的，以后你长大会有自己的老婆孩子。来 ，Pastor。妈咪不要。妈咪 ，sorry， 妈咪。妈咪。